凡尔赛算是被我设拿捏了。外行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，听相声也是，外行听郭德纲，内行哪有内行？要感谢同行的衬托，裸辞就跟那德云社似的，我不说相声，我就屏幕啊、扇子、手绢全交给你，我就走了啊，走了你试着把东西给我，你上别处你也没地儿说相声去。我连初中都没念起来，但是有时候麻省理工啊、哥伦比亚大学，我还都在他们讲过课。这可是160,000啥也干不了的秦公子。随了多少钱？没多少。你随多少？我1000吧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那就行。我12,000。佛跳墙，说那是北京的小吃，对不对？佛跳墙，北京的小吃。哎呀，你都拿这当北京小吃了吧？吃，家里只有佛。郭老师直言对钱不感兴趣。我小的时候要数学好，我就不至于干这行了。再有一个呢？对钱也实在是不感兴趣，你就20亿我干嘛花呀，是吧？所以说以前没有过，以后估计也不会有。大林这话说的太真实，就总说我爸你退步了，说那说的，这没有竞争对手，没有竞争对手就没有办法。这东西我老跟自己没意思了，没意思了。饼哥是懂凡尔赛的，其实我身上也没有什么闪光点，恰巧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就加入了一个民营企业，这个民营企业呢叫德云社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只不过是亚洲最大的男子天团，跟您各位我们都是打工人，只不过呢我的 boss 呢叫郭德纲而已。谁家拍电影是哄孩子玩呀？我去年春节啊拍了一个戏，就是岳云鹏、郭麒麟他们演的。那天谁跟我聊天说你这个估在多少？我说我不估这个玩意儿，这里边除了我徒弟就是我儿子，就自当哄孩子玩的。哄孩子玩的，不是大点儿，是一点点大。我在我的马场餐厅里边，请了一帮朋友吃饭，一边聊天一边抽烟，朋友拍了视频传到网上去了，有很多粉丝就开始攻击，太不道德了，公共场所你就抽烟。我给他回我说兄弟你看仔细，这是我家啊，我们家就是大点儿，那就是大点儿。瞧瞧唐唐这骄傲的小眼神，上热搜不经常事，上热搜不经常事。感谢李刚老师送的礼物，这么多大妹儿在我直播间看我考学生了。刚才还有几位老师过来给我刷礼物，人缘太好，没办法，人缘太好，没办法。实力不允许伦哥低调啊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这埋藏在我心里50来年了。什么问题？是这样，网上人都说人长大之后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，你讨厌自己吗？太讨厌了，我就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个人。有钱人呢？有钱人吗？没办法。一开口就是老凡尔赛了。我们俩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演出了，我记得是上一次演出是在某晚会上啊，春晚哈、啊、哎呀上个春晚就得说这个。这年头能这么开心不容易，不是听谁说书都这样，地球上只有一个郭德纲，请大家支持郭德纲。有钱还不自知说的就是老秦，这票钱也不贵，是他对不对？咱们新会儿来说的，新会儿的票钱大概齐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昨天多少钱。二百八十块钱，说实话当今这个数量还好了，可以接受。280块钱基本上点个外卖也是这些，点个外卖。这群人不说相声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啊。东哥那可是师爷呀。狗子再疯也得败下阵来。二爷再二那也是爷。九郎不愧是三庆小霸王，有酒不逢人，在台上一言不合无酒嘛。头九出征，寸草不。这简直帅得离谱。一下就来了。
敢死队队长孔云龙申请出战。跳起来疼吗？还是？行，你说撞下去，这力度不一样，我这撞，你这打。我社经不起黑白滤镜。在我社千万别惹九字科。这到底是演出还是渡劫呢？孟哥，咱悠着点，多费自己呀。有什么你先走，后先黑后知道吗？皇上二大爷来了也得我先走，当头炮。后台多热闹，小先生也有发疯的时候。拆什么签呀？明天就装潢，不拆是吧？后天这儿就是酒吧了，这儿不说价。那我可能能挣得多点儿。当中层领导遇到霸道副总，胆嫩土这是什么意思？您都告诉我胆嫩土了，这我来酒队规规矩矩的。彪哥一直都是巨匠的克星。这是个桌子木，哎呀，这是真进行啊！这进可来了，哎呀，带秀逗的，哎呀，带秀逗的。这个桌子什么当结实实木的呀？哎，院长吗？人家的表演一点都不做作，太真实了。别笑，我这是知识啊。对，这个桌子的水，有水吗？有水啊，有水啊。祝贺他们家有今天。欢迎头牌三十号兰兰。这些年吧，我跟你们一块合作啊，老在相声舞台欺负我，原来我以前的行业。敢骂？不能。我没花过钱呢，为了你没找过我。我过去就在天津，天津有个中国大戏院，我在那儿唱戏，我是那儿的头牌，当红38号，蓝的。唱歌的把听歌的憋够呛，是谁在唱歌？这一下假牙都飞了。一望了几梦，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在飘啊。那一片生活看见远方，我在你的啊家。行为艺术，这就是去远方，像极了撒娇吵架的小媳妇。说传统相声您就不乐了，一样可乐。我站在台上我还怕他那个吗？对不对？你看现在给你们互动一下啊，有没玩过撒娇皮的吗？出去，神经病的一个个的，可能吗？你自己问你们自己可能了，想想皮面吧。你说什么两句？麻呀，你上台。九海大型气急败坏现场啊！不打你了。要不说混搭出奇迹呢？说相声很少有这么卷大褂。团子，咱做个人吧。见面一说着话就能让你把钱买走了，我准不买，没法不买，不可能。我防骗意识特别的强，出来走走，不能在家，哎，老坐着，啊，出来走走，月了窝，消化消化食。哟，累了回家，累了回家。孟哥被你怼的没话说了，走一走，不能在家老坐着，出来走一走。哟，您遛弯呢？滚滚滚！上回挨打也是这么来的吧？对了，您花钱您买东西，有物质，我们得卖东西。对，我们卖的是什么呢？嗯。有人说我们卖的是笑艺术，艺术。秦霄贤的颜值怕是用脑子换的吧？我们，纳尼？说话，你来说，学猫叫。哎呦我的妈！当老秦开启任务新思路，大爷愿意帮我们个忙吗？帮什么忙啊？我们想说，在这个市场里面呢，我们买一身衣服的时候让您穿上，我们给您拍组照片。怎么？我太认识你们两个，我两个全凭你购买。给大爷整不会了，这个棍儿是我能看看这棍儿吗？行嘞，我拿您的棍儿担保，我给你买。
定是不打算回家了是吧？我从来没有一个女朋友没见过家长，所以你不要再见了，因为你见了都分手了，你以后就别让他见了。有道理，可是啊，我妈的问题是吧？这奇奇怪怪的胜负欲。大家好，我是秦霄贤。大家好，我是 X from 唐九超。X from 唐九超，啊，好酷啊！那是哪个社？你把 S 秦霄贤。还是一个大妹子，对不对？男人真的什么都要比。X form 这样，对手搭在这儿要出头啊，我们 X form 要出头。哎，德云社有手势吗？中国的手势，中国的手势。有点脑干的都干不出这事儿，咱俩就面对面，就等就等。弟弟，我觉得这招不好使。我要开狂暴模式了，哪儿的鱼？来走！你说让他适应一下伙伴，不至于。哪儿的鱼在我手上？兄弟，在车上聊屎壳郎真的好吗？吃屎的是屎壳郎对吗？屎壳郎他不吃屎吧？吃屎，他不然推他干什么？这个屎是他婚房，就是比如说我追求一个女孩，然后你也追求一个女孩，咱俩同时追求这个，你这屎推的大，你这屎推的大，对对。记不住和看不见不是一回事儿。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吗？七秒之后，他应该不记得我在这儿了吧？5、6、6蛋吧。就老秦这饭量，他能吃几口？这倒有问题要问啊，来。这一般吃几顿啊？这一般吃几顿啊？我们吃几顿，还是他一天吃几顿啊？我们吃几顿？他吃几顿？我不知道了。我想说，我们要吃他多少顿？我旭二哥终于站起来了。东成西就，东成西就，回答正确。确实不太聪明的样子吧。只能说不愧是德云一傻，这是一个宠物用品，所以看到它之后怎么来为大家推荐它呢？我这无聊的时候你就对着它特别开心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漱口水，我水洁厕灵，你会如何给它一个推荐的感觉呢？啊，它是一个漱口水，不是洁厕灵，大家谨慎使用。果然杀掉庆年欢乐多。扭秧歌的天赋多少还是有点的。I did a weird weekends episode about rap.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-磊磊藏不住了。我太难了。又喜欢这种又帅。世界上真的没有在乎的人了吗？谁家正主这么拿不出手？撒娇这一块拿捏得稳稳的。
二哥以前的路子。这第一啥？打打打！看我的搜小步伐，你干哈？你干哈？你搁那嘎达蹦大啥？你腿不是一般的腿呀！你把地好顿怼呀！你扎起扎起蹦地好，你身板没累会呀！哥，你用这个特效像极了女孩。请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出以下物品：第一个，装垃圾的。天哪，你知道的多呀！第二个，竹婆罗。哎呀，第三个。台上的扇子碎了，最后一个狼头，这相当于毒。哥仨各跳各的，谁也不服谁。什么小区包容性这么强？啊！坐这个车收废品，我他妈收废品的车。你会唱无勇者吗？你不会唱无勇者。谁会唱无勇者？月老牵的钢丝都被你俩扯断了。有这样的正主白月光，怎么会不放心？我拿瓶水过去。我对你的爱就像在这520毫升。我很喜欢兜风，就是摩托车。摩托车你俩说话都听不见。不用说话呀，那公交车也可以啊。我该担心。每天一个单身小妙招。爸爸，我才反手把你踢出来。你说我点傻，蹲下跑啊？男人根本抢不到你，专抢能挣的。继续抢，我怎么安慰你啊？ Oh, no. 我也不能帮你抢，抢不到继续抢，那能怎么办啊？这嘴不想张就别硬张了。你干啥来了？我来参加婚礼。你是她的闺蜜啊？认识多久了？两年了。哦，两年了，真好，真好。心中无女人，出招自然神。我只有一句，男人。First blood。乔月妹妹，晚一步。如何嫁给张云雷？我哪知道怎么曾嫁过？你想折去？你问我干嘛呀？二爷长了张让人放心的嘴。如果女孩子对你说我肚子疼，你会说的吗？看医生去。真是教也教不会的程度了。比如我要开始了，你用帮忙吗？小姐，学着点再来，姐。你拿我水干嘛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不才是第三周，我们可以换嘉宾吗？关于辫儿哥如何凭实力单身，想对粉丝说，抢票去吧。真的太疯了，你都27了，还不找对象吗？你管的事儿可真多，你查查我户口得了呗。找对象，找对象，没人要，你要啊？咱就是说这么直，咋脱单？白色，我认识。你俩咋？你老咋看着？你这是照脸上打的？眼睛没有神经是不是？Double kill。他的眼中只有输赢，没有爱情。来吧，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。6碗牛肉面，7碗，7碗。再美女生困难户被老秦莫属，赞美一下她的打扮衣着啊！哇，好粉！我们现在吃着一个鸳鸯锅，我吃清汤吃的。你吃清汤辣汤，小姐，我吃锅。真的有被老秦的话笑到，你那是清汤辣汤，说话，这好像是清汤，清汤是吧？清汤，你过来坐，我去那儿。对，终于找到你们单身的原因了。你觉得陕南香味什么味？反正就是这个味道，男生闻了没有？男生都可以。老秦，你这样是不会有女朋友的。小心小心啊！我是捧哏，绝不会让话掉地上。我说这样之前，我不是说这样。哦，这都是社会上的朋友。
这边还是建议达克宁外用，各方这个大夫都给会诊呢，得出一结论，什么呀？因脚气导致的十二指肠溃疡。大夫说怎么办呢？好办，吃管达克宁。小先生真的不紧不慢说出噎死人的话，有病得治，不能瞒医生。配合大夫的治疗，放松心情，展望美好的未来。咱就是说，核酸可不行响啊！老爷们，我们要是想培养的话，要求的是24个小时，那个核酸得至少每周一回，每天一回，好长时间做的显得好治疗。捧哏一语致死团队很强大的。刚才来说呢，他也岁数不小了，86年的，86年，33岁，有孩子了，有孩子多大了？23。你小时候，这么假啊？你是畸形啊？我以后再跟你没说什么。又是小周杀疯了的一天，生台形婊子啊，就是我。孟老师啊，不是我夸您啊，怎么的？从未见过如此。这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是猪脑子呀，我这事儿能提吗？你行啊你！哎呦，岔气儿了。哎呦，岔气儿了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呐。别大的孟哥打铁的团子，我们哥俩老少碰见，没事打个电话问候问候。再怎么着，11年了嘛，这11年来的父子情，拿我来说，是有点客气，重如山，我不敢当啊。我听别人说，这说相声拿扇子显得专业。别逗了，你看这么说，我没逗，我捧。说变脸就变脸的橘猫，其实我就是想来听段相声啊。那您去补票做下边，可是我又没有带钱。没关系，交朋友嘛。保安，这会我周哥人狠话不多。我62了，我还有什么未来？我多拿几年退休工资呢。这是对老郭家有多大的恨呐！啊，这名字里有什么就是缺什么，哎，缺什么带什么。爸，这名起得好。我发觉现在的相声和我小时候学那相声，感觉好像变了个味儿，不太一样了。那你爸毁。这么多人，为什么非让阎鹤祥给我捧着呢？花钱了没？啊。从2020年开始啊，明天我就是崭新的郭麒麟。你要蜕皮是怎么？老汉日常不做人。我过生日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哦，送给了我3只小王八，3只王八，这是祝我长命百岁。你也是想多，那意思说你啊，老鳖三。老鳖三。麻烦各位导演快去看看咱德云社吧。哎，问你跟雪琴咋认识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咋认识的。哥当年一失足交了个朋友。石老师一句能给也够呛。我拿到过第二季《欢乐喜剧人》的冠军。那是武汉是地方台的啊。行吧，这是毒药吗？尿床上，这不是。老每回你都是，我也怕太难吃。我不是。What the fuck？ 总是有人不信邪。What the fuck？跟着每句话都在雷点上蹦迪呗。颜色分得清。哎，这我色弱。啊，你别打我。老秦彻底被二哥玩坏了。他们站起。刘小婷，出来！刘小婷，来！不玩了，这多少带点私人恩怨。你们希望栾云平以后怎么样？惨，消失，被开除，给我跪下，人间蒸发掉。老秦竟然还会喊麦，祝你前程似锦，不负韶华。祝你喊麦喊力，四通八达。三军哪日完成小目标？每夜梦到小美好，好运绵绵采希望，喜气满满要开口笑。
这一天聊的直接就聊死。2020年被德云社任命了一个副总的职位。您不用站起来啊，客气，谁跟你客气了？这要给老师看一看吗？他是副总二根子，我以为大伙叫着玩的呢。二哥就是有生命在夸九太啊，用10个不重样的语言赞美对方，头发不掉。你说谁呢你？你们俩都回去。丹儿大爷还真的得了真传了。上一季的这个节目当中获得过 COO 的称谓，首席运营官吧，还记得吗？一惊一乍这玩意儿受不了。凭实力得罪一圈史书。眼睛大，好，好吧。这真的，你应该公主那期来，你混扫一大片了。上节目都不忘自己的破包袱，正面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痛苦，下面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一些小美好。所以为什么我给了你一根吸管？把生活搅乱，把生活搅乱。俩人凑不出来一个完整的脑子，谁敲你会比较有信心？当然是秦霄贤了。蔡文静，你跟老秦换个位置呗。哎呦。